来到太兴，想先来看到太兴国小的师弟甲国甲，伫1907年第一甲甲的对话比赛赢得全国第一名。因为是小型学校，所以同学拢必须学习竞技专长。学生的能力好，会当练习三种以上的乐器。学校外聘专长师资教导学习，和太兴国小的师弟甲成为一项特色。太兴国小师弟甲国甲在1907年。第一甲甲的对话比赛赢得到全国第一名，因为是小校，所以同学必须学习更加多专才。学生的能力好的，会用练习到三种以上的乐器。三的话，基本上一年级小一进来之后，我们就会让他有两年的时间做所有乐器的试探。那到三年级之后，他基本上就能够上这个丝竹乐的舞台，一直到这个四年后到六年级哈，他整个都有这样的机会来做展演。校长表示，结合社区资源，营销学校的特色，国乐之水，师道之水，地道之水，让书法国乐小小地艺术，小小解说员的学校特色来发扬光大。山林的这个美好哈，加上国乐的这种音乐的飘香哈，那我想跟我们在地的茶香，其实那种氛围整合起来呢，就是一种人生最美的一个境界哈。我想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够陶运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，那我对他自己的身心灵的发展是非常的有帮助。学校也外聘到专长师资来教导学生学习文、幼、博、弹。这两太兴国小是的个雅格飘太兴，谢新新闻创频道梅山乡采访报道。